哥。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肯定是发生什么事儿。张国立打开严厉赎罪之门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骗差界的假合同，它是一张道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手里有证据，有证据是我留下的。说，谁干的？《爱的追踪》星期二晚10:30，优华剧台。